我觉得这蛋应该会蛮好吃的，看起来更酥脆的感觉。我最喜欢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女生帮我做早餐。我是觉得边可以不用吃。为什么你要发抖？因为我很紧张。紧张个屁啊！我很害羞啊。是吗？那如果我叫你帮我带，你会更害羞？哦，我不会带耳环。对于女生来说，就会喜欢这样的男生，很贴心、很绅士的感觉。每周六晚上7点，我们恋爱吧，由爱尔绿集团冠名赞助。